适。哎，你们两个人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跟你们一起出门很丢人哎。那师姐大可去别处啊，又何必跟着我们呢？你以为我稀罕跟着你们？我还不是想、哎、想吃吗？啊，那快叫一声好哥哥。嗯，刚出锅的，趁热。哎，谁在大街上吃肉包啊？这是喂狗的吧？拿糖葫芦哄人，你好得到哪儿去啊？好寒酸的食物，那你就留着吃他俩的吧。嗯，这肉包的味道还不赖嘛，尚能入口。来，客官。哇，可以吃馄饨了。这馄饨怎么这么烫？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卓少公主，你要献殷勤，也要挑一个吃相能入眼的吧？怎么不入眼了？我看着就挺舒服的呀。你怎么看不重要，决定权在他。嗯，你在说我吗？你少自作多情了，卓少公主不过开几句玩笑哄你几句，还真以为自己担得起啊？哎，我怎么就担不起了？对啊，怎么担不起了？